台剧《想见你》2019年播出后掀起热潮，成为近年来讨论度最高的台剧之一。而暌违了三年，日前官方终于释出电影版《想见你》预告短片，影片中柯佳嬿及许光汉雨中奔跑，配上经典台词“在梦里，我好像跟他已经认识很久很久”，让大批粉丝瞬间被勾回当时追剧的感动力。在梦里，我好像跟他已经认识很久很久。黄雨萱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此外，官方日前也释出电影海报，画面中许光汉身穿红色西装外套，背着话筒在雨中奔跑，柯佳嬿则是身穿高中制服走在前方，搭配文字写道：“倾泻不停的想念会指引着我去见你。”然而海报上还写着 “Come soon”， 似乎离上映日期已不远。海报及预告释出后，也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期待，直呼好期待什么时候要上映啊！